你确定不跟我一起起床啊？那你就再睡一会儿吧，小懒猪。偷了件你的衣服穿，赤小三。嗯，谢谢。林旺，嗯，帮我拿个文件行不行？可以啊，在哪？书房。破坏别人的人生就那么好玩吗？当我的人生被破坏的时候，有谁关心过我的感受吗？你确定？我可以进你的书房吗？乖，去吧。一定要查明真相，一定，一定不能再伤害他了。林沃，遇见你我真幸运。我也是。